哎喂，李总啊！麻烦就你家己嘞，啊看哈。哎，都拍。在头啊！你摄影的哈？看看我拍的啦。摄影的啦，我摄的。免去哈？免。有嘛？有啊有啊，我摄影呀，摄影，他应该是，我也没行，我也没行，他也没行。想他没行。想他没行。OK， 搁一张哦，我来看起来，笑一下哦。好啊，好，谢谢。吃的没来，吃的来，搁一袋给你看。还有这么大呢。好，不要不要。我这工会，其他无啦，无啦，其他也没。啊，大灯常常嘛看无。每一个都挺贵的，精品店都要三十块钱。哎呀，这是十块钱打特色的，随便到精品店都要三十块一个。丢脸啊！随便带一个。弄完自己啊。苗菜香草肉可以试一下，疯狂小吃。嗯，哎呀，我有屁股的。好，欢迎你们啊！李小姐，好的，各位嘉宾好，大家好了。那首先欢迎你们来到沈从文中心。拢无听到。好，那个小翠，
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不，好啊，不啊，等个面。没吧？没吧。哦，是的。帅哥，好厉害！结果呢，现在你如今即马上情况不是安尼？男的都叫叫的，大的就不太小了。
猪头，猪八戒，辣味啦，猪头，迄敢食的咯，猪头，无啦，迄种敢食可能会啦，啊脆到可能啊真脆，含拢油条，油条啦，因为猪头皮尔。黄黄那种的什么话？对，椒啊，嗯，椒类的，嗯，遐像椒一块，像地头的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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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完了，哦，这件是讲完嘞。你稍等下，我先落去甲你生一下。这边，好啦，这椅子，这椅子啦，
好吧。谢谢来了。我是王太，来喝酒。书院店家可以啊，那这个哈、哦，你可以放一些东西啊，啊你可以像那个放便当啊，没有，自己带便当哦，吃便当啊，然后碗啊碗筷啊，你准备几个？啊，几个？几个？十块？十块钱啦。十块是美金还是？今天几？十块啦。哦，啊等于个十块啦。这个是外出的，这个是外出的，这个是外出的，这个都可以装了，好，那个没有了，好，这辈子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但是那个是算那个，不然，希望发达，所以这个大门它是故意开写的，在第二怪呢，有头就鼻地，有尾的，尾呢是后面的正殿，朋友们等一下进去呢，可以看得见，那个正殿门的两边。靠边的两边的两根大柱子，它也是写的。因为杨家人在这个祠堂是看风水来建的，他觉得这样做呢才稳得住的意思。第三就是两边的厢房，这两边的厢房是一边深一边浅，一边大就一边小，地盘是这边高那边矮。还有你们上面这个戏台，它也是写的啊，这边高那边矮的，你看这边门过走到那边就撞头了。我们这个杨家祠堂建房子的时候呢，它是看风水来建的，所以从大门它就一直斜着正面，就连这里面的讲解员大概也是怪怪的。我简单介绍呢就到这里，说的不好呢请朋友们多多谅解。好，现在呢你们可以自由参观拍照，我呢是凤凰第一枚，不嫌没铺巧克力跟我合影是免费的。好，想照就照，不想就不要，不要又想又不敢，真的是很难受的。想照就照，来来来照吧，就来吧。你要发生谁呀？不会脚软吧？脚软了，镜头镜头没扎掉。你拦住了呗？哎，帮你们拍，你帮我们。媒婆嘞。前面的花轿也可以坐里面照相啊。以前当新娘没这么花轿的，现在把它补回来。我一次都没做过。花轿。那你讲诶，伊做风水诶，羊姓杨是吧？穆桂英啊，穆桂英啊。来啊！啊，中立啊！
恐怖你看这边的旅游是很清晰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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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这
新歌曲《民歌》都可以唱的哦。看你要唱啊，谁要唱？江水向东流。唱的好难唱的歌，哎呀，唱的好难唱的歌。哎，你们是唱好啊！我们也来了。在家就靠你，你给我请你。对啊，咱站不行，你才来到啊。嗯。张丽又行到这来啊。哇。行不到路，再过我行到那边，那边啊，再对下靠。要过一个那干那那个老那款桥，我行那桥去。头一班袂晓行，我过路。严禁下车，行啊，路咱唔敢走。真无啦。实在心醉就对了。泉州街啊，这啊草要哪死？有啊，咱站有对只过啊，万寿宫嘛，我都有看到。啊，咱行这班桥去啦。嗯，咱行只。咱一路行，无。七八个行外远嘞，西外大嘞嘞。差不多一个城拢要四头啊吼，咱拢多行。哦，这城咧算大呢。我拢行偌紧嘞，你知道？那行喺遮热，啊，唔过遮都也无咧卖物件，就较袂惊。行喺较热烈嘞，所在啊。遮拢客栈。啊，但无看到。遮咧要互你落尾，落尾哦。啊，这伤现代化吼，这做啊伤新啊，伤新无无。哎呀，无安尼就已经。哎，要趁钱啊！大家搁想要趁钱啊？无世界迄边，世界遐，世界遐，你懂？无世界过边啊，对啦。无世界过边啊，本店。本店不接受日本人呢，江边。哎，伊咧拍咧，因在中国啊。日本来接嘛，伊即摆找日本人找个。你日本话算毛厉害呢？中国代表咧，互伊。啊，真咧，你往那叫讲到未来。把他脖子绑住。俺过那个说嘞。绑住脖子，啊，然后呢？有人去的。毛一点嘛是表演。啊。毛来他。哎。一吞没落。他用脖子绑着，用绳子绑住脖子，伊那吞没落。伊用手啊拔掉嘞啊，伊也拔个只冻掉嘞。吞没落啦，唔是白吞啊。嗨！你又相逢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好，你好，小姐嘞。我是小姐呀。好。水源间。哎呦，客花，准备客花。哦，这你来看伊的高，真深嘞。真深吗？真深嘞。真深。我拄仔底下看到，真深嘞。哦，比这较深。哦。一楼深嘞吼，哎呀，唔拉哦，唔拉吼，唔拉，好，这个较浅啦，小心手，小心手，手，手，我讲得起，嗨，嗨，嗨啦嗨起，哎呀，你们哪里来的呀？你们哪里来的？我是台湾的呀，你是台湾的，台湾的，你也是台湾的。Thank you.
线的。不是，我知道他已经跟张万辉结婚了，林辉他跟林辉是牵手过。有这回事？他就有这回事。这你知道？他就有这回事，那也没事。哎，后来也实在是牵手过，他这边他也离不了婚，那边双方家长也是婚。我这个林辉也离开最后。哦。还有个二道杠。你干穿衫裤？哇，快乐咯！嗯，哦，这里是办酒席的嘞。
伊敢有叫恁直入去哈？伊讲在等你，敢有叫恁直入去哈？吃饭，吃中道顿，印象凤凰。印象凤凰。
张家界维也纳酒店。岩耳它的表面也是跟木耳不一样的，木耳两面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岩耳呢，它一面是黑的，一面是白的，而且它不可以人工养殖，它必须是我们山里面的有经验的人专门去采摘这个东西，它是从山顶上往来告张家寨了。八怪，喂，八怪。广场呢叫做大养鸭广场，养呢
就是氧气的氧，八呢就是酒吧的八。我们这个地方是属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哈，是中国的第一座国家级的森林公园，建立于1982年。那我们这个大氧吧广场呢，曾经以这广场为背景有举办过。这段时间，大氧吧广场去拍照哈，我们不会返回来哦。你走回头路要拍无？都要拍无？没啊。嗯，要喂，要有稳装备嘞，喂。啊，你先发拍车啊。来啊，我过来啦。有没有？你不要我过来。里面是不是打出来？看到没有？白的，白的。现在，落霜啦，还是落雪？啊，因为个是较矮一个。对啊，对啊。用这咱台湾正常人干的这。没困你嘛，卡就无咯啊，我这边办太迟啊，我用贵的啦，真真真真啊，你讲真咩啦，办太迟啊，超招啊啦，啊真啊，啊伊咧过嚟遐，伊头惊唔在啊，无啦，那伊咧唔讲做阿叫啊，3000块呢，要卖不了。在拢爱坐因这个车。东升左路，东升。在这边哈。那我咬一口看吧，我再买。啊，三块。我是什么物件？我不会叫，我是要哪只的呀？别摸摸，我是讲他是什么名的？吃了吃了，买来。乱吃吃了不行了。吃了吃了。你就要不要？要不要？炉子，炉子，要不要？有味道呀！炉子挺好吃的啊！炉子，今天有一个披萨。杨家界走道，这这偏车了，哎。拢来啊！哈。缆车，而这手道。你讲这手道了。我姐夫喜欢的姐。啥呢？手道。大哥，我上台球，我菜馆都是干的，你看到没？你什么没吃饭？对不对？你这么弄，弄的就是弄的，你知道吗？登这五六杯，坐到右边边，哎，坐偌济人嘞？坐几百个人，一台哦，一台坐几百，拢来，啊，拢起，全程可靠的系统。有啥啥？没啦，这不是乌阴天嘞，这是日头上咩？哎呀，上咩？哦，我看咧落。咱好运嘞，我拄仔今仔十二月讲会大大梦讲袂来。嗯，今仔好天。嗯，今仔算福气人。嘿，福气。福气就福气。看这样一片枫转红的叶子也不错。嗯。这还不够红嘞，还袂。哦，这当起啊。当起啊。要有这是在，安尼在食家呢，你看看。对啊，做厉害。对啊，这安尼食家呢。嗯。我感觉这块坐袂像迄天的遐惊，我去遐日月潭，我靠！哇。坐啦，哎呀。
山标啊，水来咧，看，嗯，哇，乾坤柱，乾坤柱，这叫乾坤柱，嗯，哇，啊，背影啊。你看遐伫遐，你看迄块石头量，我家己造出来。哎呀，啊遐一千人。哇，足水个吼！一千人，一千人，叫伊落来。托你讲，托你讲。哎呦啦，迄一尊神啊，一尊神啦，系啊系啊。啊，打磨啦。哎呀，做成啥物迄落个？我头前过迄啊迄，翠秋。啊，不是。哎呀，你无用去。发毛，发毛，翠秋发毛。哎。啊，这边你换过来，亲这边啊啦，这边会较水啦，哎，这啊，阮就当困迄间药店的招待所，啊，有够路，有这也搁一步道呢，啊，系啊，有步道用行，嘿，啊，算有通困着，食好啊啦，遐，嘿，嘿，啊，毋过哦，啊，迄久啊，毋食早，食早，民国，算也未咧开发咧，啊，你过来啦，过来啦，系啊，啊，买下吃，买下，啊，你这无想要翕无？你这水你无爱翕，我拍不到，为啥物？要转身很麻烦。哦，没啦，啊无咧。他怕掉下去。这阿伯都背完身了，转身你快转来。你话乖。好来，你们来。我们他们是对红。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。换点车，换点车。我这很少的，看不到人家。要不？我过去这边。还有啥事情？还没有啥子。小意思，给你啊。小意思。你这几人哪用走啊啦？哦，走走。当休息。够快哈。哥喽。得好不要。哎呀，才超过他了啊！啊。是江标别嘛？是要等你啊？这也不错哎。没来。向哈，我们桑植县洪家关。那我们的这个丰隆公园，它是修建于1986年，是当年为了纪念我们的元帅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修造的哈。丰隆呢，一生当中有三件宝贝是不会离开身边的。首先第一个拿的烟斗，看到没有？因为他非常喜欢抽烟哈。然后呢，第二件宝贝身边的战马，这个马的高度呢要比整个头像还小很多哈。这种设计方式呢，是为了突出我们元帅。
带了高大形象，所以第二件宝贝是战马，第三件宝贝呢身上穿的战袍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战袍的话呢，它比较像我们的石头，非常有层次感，对不对？代表着我们张家界独一无二的石英砂岩的风林地貌。所以呢，我们张家界三千好、啊、哇，这石头都松了，小心啊。好的，有粉丝的，有青菜的飞过去。怎么样？看我这里，这里有点。哎，大王，这个是，这今天这个放出去啊？你看你啊，大大，我这不按你拍，不是噻？你在买了吗？我先去啦，你先去，你先去。这个你拍一下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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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两个分一个。干嘛凑人家拍照？拍一下嘛。好，拍了一张，然后爷爷每个人拍一张。奶奶呢？奶奶过来。来来来，老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去啊！不要钱，这个。今天不要钱，你们。这里这个。还给你。来我来吧，嗯，不要钱吗？这个是10块钱一张啊，拍过的，除了我就。抽个绳子。好。好，一起拍吧。可以了。好。我们应该去下面拍吧。下面。梦玲，你跳下去吧，我帮你抓拍一张。一定要拍好，我跟你说。这个好快。跳下去抓拍一张。梦玲。我给你弄个架子。我好喜欢这个。很别气。两大颗。看一下。云南的话，普通话说的是云南也卖吗？云南有踏子，有白酒，有什么拉西酒、丽江，是吧？应该是动物。是。你去过没有？你说我去过没有？我说你去过。我从来没去过这种地方。天哪，怎么都是视频啊？哦，摄影。你刚才录的是视频，然后我拍的是照片，后来搬到外行拍的。天哪，那全删掉吧，重新来，可以吗？走喽。我当时只要了羊。欢迎来。
欢迎光临麦当劳甜品站。来，看完观景台之后呢，继续回到左边往前走，终点迷魂台。那如果说按照正常的速度行驶，我说了哈，正常的速度，我们不拍照片啊，就这样走过去，大概30分钟。但是我们是来看风景的，要拍拍照片，对不对哈？那所以呢，我们两倍的时间，就1个小时。那最后我们会在这个地方集合。阿凡达，大家知道吗？看过电影吗？阿凡达，哈尼努亚山的原始山。